一搭足長灘到啦，一搭啊，耶 ，hello， 好開心。Welcome to Philippines, the island of Boracay. 黐線㗎，唔得啦，唔得，我接受唔到啊！疫症眨下眼就三年啦，三年冇去過旅行，今次終於要出發啦，帶大家一齊去依個菲律賓。超靓的阳光与海滩地方长滩岛 Boracay。 长滩岛这个地方呢曾经被著名的旅游杂志寂寞星球，即是 Lonely Planet 选为拥有全世界最靓的沙滩之一的地方。 Boracay 这个小岛真的很小的，所以岛上面呢是没有机场的。在香港前往长滩岛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先飞去马尼拉，然后转机飞去 Cataclan， 那里是一个最近长滩岛的机场来的，到步之后再转船就可以去到啦。香港飞马尼拉程机大概两个钟松啲，咁都有好几间航空公司选择嘅。我自己咧就中意 Philippines Airline 多啲。一落到机就见到啦，可以食。就有个叫做 Prayer Room 啊，都几大噶，系俾人哋入去祈祷噶。我咧而家已经到咗菲律宾啦，我哋就喺马尼拉。咁就因为咧，其实去长滩岛咧就系冇 direct flight 嘅，而家就喺度等转机啦。系啦，咁另外咧嚟菲律宾咧，其实咧就要填一个嘢叫做 e-travel 啦，系啦，就系咁样嘅。依个咧就最好就做咗先啦，因为我喺机场我做咧就舐咁气啦，因为佢 scan 呢个 QR code 咧喺度填啊，同埋佢就要你写翻你打针嘅日子咯，咁但系就唔使 upload 针卡嘅。而家咧就喺依个 departure hall 啦，落咗机之后咧就要转机啦，咁就要去翻另一个大堂嗰度坐另一架机。我建议大家咧，如果有好多时间等咧，最好就喺我头先出边嗰度等咧，会开心啲咯。因为入到嚟都冇乜好做啊，仲逼咗好多好多人喺度，咁戴住口罩咁逼埋喺度都冇乜位，喺头先出边嗰度仲开心。落咗机之后，大家第一件事梗系去攞行李啦。依度嘅 baggage claim 咧系好搞笑噶，系冇运输带噶。你会见到一架架车咧，将你嘅行李拎到去张铁台上边，然之后咧你就喺上面认领噶啦。我咧就喺 Klook 嗰度买咗啲机场 transfer 啦，咁就唔使落到嚟咧好混乱咁样。我谂住，不过其实一落到嚟咧，劲多人咧问你咧要唔要搭车啊咁样。咁不过我已经一早买咗啦，咁所以我而家咧就排队咧去换我嘅 transportation 啦。而家上咗架车啦，都真系好方便，有一落到车咧就可以换嗰个券，然之后就可以即刻就上车咯，劲快。剛才有講到啦，長灘島上面是沒有機場的，那我們現在只是在它的對面岸那裡，那坐著這架車大概10至15分鐘已經去到碼頭，再坐多10分鐘船就可以去到的了。雖然你聽到好像很舟車勞頓，但是這個旅遊區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，所以每一個地點都有很多工作人員幫你，完全不需要擔心，每晚都會去到的了。我真的要搭足長灘島了，要搭吧，经过了两程飞机、一程船，还有不知多少程车，大家终于都可以搭足长滩岛了。建议大家都可以买个 Klook 的酒店 transfer 服务，咁咧有人一路攞晒啲行李啦，跟住上到嚟咧一路有 staff 咧话俾你行边，同埋下一步做咩，其实就真系唔会挡失路，佢系咁捉住你，佢唔会俾你挡失路，推介。我一落咗车已经是酒店的对面，然之后有个 security 就出嚟，即刻帮我攞行李，同埋唔识帮我入去。呢度嘅服务真系超级之好，你想挡失路都真系几难，佢哋系唔允许俾你挡失路，好搞笑。好啦好啦，先唔同大家睇我个酒店住，因为惊瞒亲大家。咁我间酒店咧系同呢度好多酒店一样咧，系直接连住最出名嘅长滩 White Beach 嘅，所以而家即刻冲出去睇下先。
最出名的長灘島啦，依度咧就係勁出名嗰個 White Beach 啦。因為有啲手震，可能拉夾拉到手震。跟住後面個海岸線咧係超長噶，哇！但係真係超開心。其實咧已經好熱，一落機應該好熱，係勁想衝落個海嗰度啊！真係覺得好正啊！而家好想衝落去啊！依個就是大名鼎鼎的 White Beach 啦，白色海灘，它的海岸線真的非常之長的，足足有4公里長，相等於10個運動場，由頭行到落尾咧係要半個鐘的。長灘島叫做長灘島，我估就是因為依個沙灘啦，勁靚啊！依個海，然之後咧，佢有一啲透明的 kayak 啦，同埋有啲濕嗰啲啦，咁所以咧，你係可以租完之後咧，跟住就落去玩，真係超正啊！我覺得係。埋邊咧，海邊都有好多市集啊，不過咧，睇嚟呢啲咧，真係要考考你嘅殺價能力啊！今日經過搭飛機同埋搭船之後，嚟到呢度已經黃昏咯，所以咧就睇唔到呢度暴曬陽光與海灘嘅一邊啦。不過見到嘅係呢個超靚同超假嘅日落啊！呢度嘅日落咧，日日都好似一幅油画咁样噶，太阳咧慢慢咁样喺水平线上面消失，真系好靓噶。行呢条路咧系好艰辛嘅，因为劲多人咧系会拦住你啦，问你买嘢啦，问你食嘢啦，就真系一啲都唔清幽。这个海旁大部分的餐厅都有 live band 的，还要是唱得超好听的。今天第一天来到 Boracay 就没有特别去试什么新颖的东西了，随便在海边选了一间西餐厅就坐下吃了。之后就发现了一间要排队的甜品铺，当然要走过去看看为什么排队啦。依间叫做 Coco Mama， 佢哋专做雪糕嘅。雪糕咧就系用椰子水做嘅，而椰子肉咧就会批咗出嚟，放埋喺你个雪糕嗰度俾你食。最特别咧，佢系用呢个椰子壳做碗啊，成个攞住打卡，真系好开心又好味啊！今日第一日抬咗成日行李啊，冇乜玩太多，就翻咗酒店咯。Hello。People in Hong Kong will see you.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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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刻出去睇睇陽光與海灘嘅一面嘅 White Beach 啦。嚟到呢個沙灘咧，非常之多人會 sell 你玩依樣啦，玩嗰樣，咁咧，所以我都不敢落搭啦。Say hello. Hello. I have a YouTube channel. YouTube.这个 Crystal Kaya 咧，其实主要就唔系话租俾我哋咧撑出去玩嘅，而系有个当地人同我哋一齐撑出去，主要目的咧系同我哋影靓相。整个过程大概3个字至半个钟左右。经过一轮讲价之后咧，最后100 peso 埋单，大概10-20元港纸左右啦。超清啊啲水。Maybe you can show us how ladies should pose. 我自己覺得依個 Crystal Kaya 最好玩嘅地方咧，係依位當地人會不停咁樣教你擺出一啲好 pro 嘅姿勢噶。佢係咁教我點樣 pose 啊！頭先佢咧又要我咁樣咧，咁樣擠只腳啦，跟住又唔知點樣擠隻手喺度啦，跟住我完全唔識得點樣整，好搞笑，好樣衰，我係一個好唔稱職嘅 lady 啊！點算啊？I love movie Hong Kong. Oh, yeah. Really? Which yeah. one? And there's into the casino. The actor is eat a chocolate and then play the games in casino. I'm not good at those. I watch overseas movies. I can remember the 大家嚟菲律賓一定要做嘅嘢係乜嘢啊？梗係潛水啦！
在出发之前呢，我已经在网上看到 Dive Gurus 的资料了。由于 Dive Gurus 非常之近我间酒店，而且他网上的 reviews 都挺好的，所以我就选了他们了。潜店顾名思义就是带大家去潜水的啦，一踏入这间潜店呢就觉得非常之 chill 了。它呢有一个 common area， 有 reception， 也有一个茶水间，非常之有规模的潜店。二楼是住宿位置，大家都可以订到的。而三楼呢就是一个又靓又写意的天台了，是可以望到整个沙滩的。好正啊，这里是没有人的，运河逼啊。好重啊！你知唔知道我系手震噶，手震先落得起佢，好夸张啊！真系。大家嚟潜水咧就唔需要有任何经验嘅，呢度嘅教练咧全部都考晒国际牌照，而且佢哋非常之 nice， 英文亦讲得非常之标准，就唔使担心有语言不通嘅情况啦。咁至于我咧，其实喺香港就考咗一个初级潜水牌，本身咧谂住嚟潜一两下玩一下嘅啫，点知咧见到呢度规模咁好，又咁信得过。突然之间就决定要考个进阶潜水牌。头先咧，教练就同我讲啦，就话我哋分三日啦，我有五个 dive 嘅，咁就今日一个 dive 啦，就会去一个叫做 angle point， 咁咧嗰边咧就教练话今日会睇到海龟啦，咁然之后仲会有好多珊瑚嗰啲嘅。我听日咧就会去两个潜点啦。有一個咧就喺呢度都比較出名嘅，係一個飛機嘅殘骸嚟嘅，喺水底嗰度。咁聽日教練就會同我去啦。第三日咧，我就會去一個沉船嗰度。好啦好啦，我都知道再講就會換親大家啦。廢話就少講，快啲落水睇啦！旅程第一个潜点就是 Angle Point， 这个潜点是比较浅水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太多潜水经验的话，教练一般都会带大家来到这个潜点那里看的。菲律宾的水真的很清啊，这个是无可置疑的，珊瑚也都有很多，非常之多鱼，大家最喜欢的海底奇兵帽仔啊，这里是随处可见的。虽然教练说今天这个潜点见到海龟的机会率很高啊，但是今天未见到啊，但是不用担心，之后我们见到的，你继续看片就看到的了。咧都系潜水啦，所以冇乜影过啲乜嘢。而家咧夜晚就好唔一样啦。夜晚咧大家都会着条裙啦，跟住出嚟行下啦。呢度有啲市集，咁咧大家一睇就知咧系要大大杀价嘅市集啊！我话真系好渣嘅，所以咧其实我就唔系太敢行入去，所以我就 skip 咗佢先啦。咁我而家咧就去搵嘢食啦。到一路沿住海边咧都超长啦，一条路。咁就一路咧都會有好多餐廳可以食啦，有海鮮啦。咁我琴日仲見到有 KFC 添。咁其實呢度成條路咧，海邊咧嗰個物價都唔低噶，係拍得住香港，可能比香港平啲啲。我琴日咧就食咗個西餐啦，就意粉啦，跟住仲有一杯嘢飲，咁都要係百零蚊港紙，差唔多200蚊嘅。咁所以其實咧以呢度嚟講咧係真係相當之貴啊，我覺得。因為其實百零蚊完全是香港的 level 嚟嘅，咁但係你諗下呢度嘅物價應該低好多，咁同埋超級市場都貴噶，係咪？我喺超級市場買牙刷啊嗰啲，最後尾買咗幾樣嘢，最後尾都80蚊港紙埋單咯，所以我覺得都真的是一個遊客區度，完全嗰個物價拍得住香港。咁咧，我咧就是住喺 Station 3嘅，咁一路向北行咧就會係 Station 1。咁沿住成條路行咧，其實都真係好長嘅。依個沙灘真係超級之長。咁最旺嗰個區咧，就會係 Station 2嘅嗰個區，係最集中有啲鋪頭，啲連鎖店都會係 Station 2，就例如 Starbucks 啊嗰啲都會係 Station 2。係啦，
咁咧，喺度有其中一個呢啲市集啦。啲市集入邊係要殺價嘅市集啦，入邊賣嘅都係啲遊客最中意嗰啲嘢啦，即係啲袋啊、鎖匙扣啊，跟住寫住長單度咁樣。Hi, we are welcome to the Philippines. What can you tell to our Hong Kong viewers? Oh, hello. Hi, Chan. 而家入咗嚟嗰間 fancy 餐廳啊，有 live band。我哋而家身處嘅依間餐廳咧，就係屬於 Hanner Hotel 嘅一間餐廳嚟嘅。咁佢都係靠住 White Beach 嘅。點解佢吸引到我呢？就係咧，前一日我見到超級多人喺門口嗰個排隊想入去食，而且咧見到佢成個開放式嘅形式啦，可以望住個沙灘，非常之吸引到我。所以今日咧，我就即刻嚟試下啦。果然咧，完全唔令我失望。佢嘅自助餐嘅食物種類真係多到爆炸。至於食物嘅種類咧，佢包含嘅範疇都真係幾廣噶，由日式嘅 sushi 啦，到本地菜、菲律賓菜咧，全部通通都有，亦都有 carving 啊。同埋啲 pizza 啊、burger 啊嗰啲，總之你諗到嘅嘢咧，都應該會揾到噶啦。所以推介推介。Hi， 咁咧我而家已經坐低咗食嘢啦。依間嘢咧啲嘢食真係好高質，勁多選擇，同埋咧啲嘢全部都好細份噶。你可以見到咧，呢啲全部咧都勁細細粒細細粒，所以其實你係可以試到好多種嘢食。我自己就覺得係幾值得咧。一晚咧嚟呢度食，因為其實我琴日咧去食西餐啦，喺另一邊，但係嗰間西餐其實係仲貴過呢度，好似貴啲啲，但係係唔好食同埋係唔飽嘅。咁呢度咧係自助餐啦，咁望落都高質嘅，所以可以食埋再同大家講，所以真係唔錯，推介。真係估你唔到咧，食食下竟然有個 surprise 環節，睇下發生咩事。今日好似睇咗菲律賓嘅好多嘢啊，不過咧都仲有好多嘢未睇，一集咧就搞唔掂噶啦，所以咧下集再同大家分享啦。順帶一提，呢套旅遊片嘅所有水上、水底同埋飛天嘅畫面都係用 Insta 360拍噶，佢嘅畫面質素非常之高，而且非常穩定。下一集亦都有更多實測嘅片段，有興趣入手嘅話咧，記得用翻我條連結碼啊，你就會可以攞到免費嘅隱形自拍棍。No.